我们快乐伙伴的执法，来来来，我们后面那个呢，桃木杯，起码准备来，我们快乐爱心医生馆帮你医，会变黑头发，需不需要啊？嗯，绝对需要，对不对？待会给你包金满意哈。好，我们讲说呢，中国的爱呢是非常特殊的，它呢是无有含情义，爱是没有分种族，没有分贵族，所以把爱呢放在心里呢。不过呢，我们古时候呢有一个后羿，你知道后羿是谁吗？知不知道？射十个太阳的啦，知道吗？他把那个太阳射九个下来，剩下一个太阳，今天世界才会变得那么多温暖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也有一个呢快乐伙伴呢，叫做阿义兄，还有那小辣椒呢，因为呢他们的爱呢，就把箭射出去呢，一箭穿心呢，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大体的爱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请他们带来这首《爱神的箭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掌声鼓励，《爱神的箭》。刚刚是唱那个唱首情歌给他听，现在呢追到了以后，我要爱情的箭来加持哦。现在为你为各位朋友带来一首爱情的箭。有你